宋小晨，저기요, 여기 들어가시면 안 돼요. 医生他怎么样了? 총알이 심장에 명중하지 않았지만 출혈이심에 생명의 위험이 있을 수 있으니 마음의 준비를 해주시기 바랍니다. 袜子，另外一只呢？我给你洗了。小陈，你居然帮我洗袜子啊！谁叫他掉我盆里？我以为是我的，就洗了。小陈，你太好了，要不你把我那只袜子也洗了吧？去，自己洗。哎，为了感谢你呢，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 我趁机，哎，我们要去哪里啊？走吧，去了你就知道了。别怕呀，有我在呢。啊，谁怕了？哎，我教你。谁让你教？哎，慢点！你干嘛？停停停！停下！我靠，你会不会开啊？陆峰，你手可以松开了。我松开你会开吗？哎，停。 小陈，给我倒杯水，我都快渴死了。小陈，你到底几点下班啊？还有一会儿呢，我还有些书没整理。那我等你一起回学校。 这什么呀？ 别闹！哎，你戴这个眼镜很丑啊，像一个蘑菇一样。关你屁事！本来就很丑嘛。再啰嗦，以后点名自己去啊。别呀！哎，我还真没见过你不戴眼镜的样子。很丑的，怕吓坏你。哎，你让我看一下，让我看一下吧。哎，我看一下。 Thank you.
还是戴上吧。都说了，很丑的。以后，别再让人看到你没戴眼镜的样子。走开。如果我的女神能多看我一眼，死也足矣了。你女神一直不都是卓兰吗？这怎么变成身材火辣的 Coco 了？对不起你。原来你喜欢 Coco 的身材，卓兰的脸啊。只不过，人家早已心有所属了。哎，陆鹏，你喜欢什么款的？我呀，小陈就是我喜欢的款。是。哎。你不是一直吹小陈是你的人吗？怎么着？敢不敢上一个呀？给我们开开眼呢？别，上一个。无聊。哎，上一个。瞧不起你啊！上一个。上就上。哎，等等，我叫人。不帮我要来一个，找你的五姑娘去。来一个吧，你对我发什么神经？是春药了你？来一个。过来，没事啊，啊，别闹，陆枫要上神了，上，来一个，上，不要闹了，上，发什么神经你？上，不要闹了，没事了，我生气了，上他。散了吧。算了。陆枫可是好几天都没来学校了，会不会出事儿啊？他来不来学校，我有什么好关心的？那天我们都是开玩笑的。哎，小陈，楼下有人找你。谁啊？你就是程逸晨，请问你是？我是陆枫的姐姐陆羽。陆枫跟人打架不敢回家，也没来学校，可我马上要出国处理个 case， 你能不能？他在哪？市里那家金凯利酒店。啊，谢谢姐姐，姐姐再见啊！哎，你等等，我还没有告诉你房间号呢。陆枫，哎，小陈，你怎么来了？你是不是担心我？好歹朋友一场，你要是出病，我一定去吊丧。那你就是担心我。念经疼不疼啊？啊，没事儿。小陈，你是不是想女儿想疯了？恶不恶心啊？只要是你，我不恶心。你不是认真的吧？我就是认真的呀。这段时间我很想你。陆枫，我是男的，我喜欢你。可是，你嘴上都是酸奶。那就一起尝尝。
哇，你家这么豪华。哎，我到底为什么要跟你回家啊？因为我爸带了很多巧克力回来，你不是最喜欢吃的。给，这种比较好吃。怎么了？生气了？没有。你和我在一起这么不开心的话，那干脆不要在一起了。我还先回学校好了。你在这干什么？怎么不回去？没钱回去。你是不是宁可在这待一晚上，也不肯回去找我？去哪儿啊？不用你管，反正我的想法对你来说也不重要。你跟我回去。不回去。你回不回去？不回去。你从来都只为自己考虑，你有想过我吗？是勉强，是不乐意。要不是因为喜欢你，我为什么要委屈我自己？要不是因为要陪你，为什么要？小陈，乖啊，不哭了。小陈，谁都想和自己喜欢的人做喜欢做的事情，我也一样。我忍不住，我以为你会跟我一样觉得幸福，但没想到你会有这样的反应。我不想强迫你，也不想伤害你，我只是太喜欢你了，所以才会这样。算了，你就当什么都没有听到。今天我们聚集在上帝和莱茵的面前，共同见证这对新人神圣的婚礼。我想请问诸位，对于这两位新人的结合有任何异议吗 ？Matt, would you like to take this woman as your lawful wife, no matter poor, rich, sickness or health? To love her, trust her, respect her. 我愿意，我愿意。Rina,
Would you like to take this man as your lawful husband? No matter poor, rich, sickness, or health. To love him, trust him, respect him. 我愿意。现在我宣布，他们正式结为合法夫妻。你们可以交换戒指了。不准偷看啊！干什么啊？神神秘秘的。好，转过来，现在可以看了。啊，好漂亮啊！这个送给你的。是银的，不值什么钱。如果你不喜欢的话，我以后可……好了，从此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什么呀？你说反了。什么反了？从此以后，你就是我的小陈，别怕，没事的。惯得你无法无天，给我滚，别在这里丢人现眼。我不走。干嘛？我不走。
你别走，小陈，不走，放开。陆枫，不走。陆枫，放开我。小陈，放开我。陆枫，我不走啊。小陈，要不然这样，你把他带回去好不好？我们学校是教育不了，求求管不了，真的。老师，我们遇到过这样的学生。就算我求求你了，老师，要不这样，求求你，我们出一个出力意见，你们能接受呢就接受，接受不了自己找地方去。只要您不开除他，我做牛做马都行。你这个逆子，丢尽了我的脸，你居然在学校不学好，今天我抽你！我哎，爸，我爸爸，弟弟一时糊涂，您就原谅他这次吧。陆枫，你快说你错了。我没错。好，好，你给我滚回香港，没我的允许，不准你回来。我可以听您的话回香港，但您必须答应我，程逸晨不能受牵连，他必须要念下去。你自己看着办。妈，我想休学。哥，学校待不下去了。你说什么？你想休学？家里培养你容易吗？啊，培养你容易吗？为了一个男人你要休学，你对得起我吗？你我打死你。妈，别打了。我打死你。妈，算了，别打了。妈，你想休学，你为了一个男人想休学，我打死你，我打死他。好了，妈，打死他。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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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紧吃药。你给我滚。哥，赶紧给妈认个错。哥，妈，我错了，你原谅我吧，你吃药好不好？妈，你一直都那么乖，我知道这次肯定怪那个陆枫，都怪那个陆枫，不怪你。妈相信你，你肯定会改好的，答应吗？答应吗？啊，儿子，你回头吧，妈求求你。
陆凤她去香港了，下午3点的飞机，临走前想见你一面。临走前想再见你一面。换个地方玩、哎、干什么走、啊、哎不是我这么好的牌怎么回事啊、哎、小春很遗憾在上飞机前我没有看到你我有点伤心你为什么不来送我呢虽然我很难过可是我没事我们一定会挺过去的相信我房间到时候那个笔记你还得再借我看一眼没人把手牵呼吸着回忆着你留的一切泪眼的我尝试理解劝自己不在乎飞越流言你曾说就小陈香港的天气依旧很潮湿空气里都是黏糊糊的让人很不爽可能没那么快回来但是你别担心我一定会想办法不让你等那么久的小陈我到达香港的时候正遇到台风可以说整个香港的天气都很恶劣那时候我就在想其实这个城市并不欢迎我谁稀罕呢小陈你坚持一下我很快就回来一定要等我研究建筑及其环境的学科建筑学啊是一门横跨工程技术和人文艺术的学科专业包括呢建筑学专业城乡规划专业风景园林专业等等同学们呢在以后的学习中啊要注意把这几个专业融会贯通了小陈我都写了那么多信给你了为什么你都不回信给我别让我胡思乱想好不好回信听话自有建筑设计系03班学生程逸晨严重违反校纪校规情节严重反响恶劣现校方对程逸晨作出严重警告处分特此通告丢人的就是他被捅出来了建筑性建筑性哎走了你干什么主任这什么意思什么什么意思程逸晨违反校规造成恶劣影响当然要处分程逸晨是我男朋友我们谈个恋爱怎么就违反校纪校规了现在有哪条规定说大学生不可以谈恋爱吗卓兰同学你不要胡搅蛮缠我没有胡搅蛮缠程逸晨就是我男朋友如果您不相信的话我可以让我爸来跟您谈你走胡闹吗卓兰谢谢你小陈
我不是为了让你感激我，我就是想为你做点事情而已。毕竟我喜欢了你那么久。可是我……你别婆婆妈妈的了，我们不是好朋友吗？卓兰，别跟我走这么近，同学们会排斥你的。来你工作的地方看看，唱得不错，谢谢。哥，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专门为你写的，听完再走啊。行了，去吧。嗯。是我专门写给我哥的，庆祝他新入职，希望他会喜欢。我是秦朗，这家酒吧的老板。程一晨，哎，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是我们酒吧的酒不好喝，还是我们乐队唱的不好听啊？都挺好的，只是刚才那首歌有点伤感。你这人挺有意思，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说出来让我乐乐吧。说那么多干嘛？来，干！干！你没喝多吧？干！哎，你别吐啊！来，
你别吐我酒吧门口啊，我陪你去卫生间啊。你别动，你衣服脏了，我帮你啊，我帮你。哥，以晨，我操！你什么意思？你倒是说句话呀！我说，你要不考虑跟我哥在一起吧？程逸晨，我告诉你，我的心里只有你一个人，我怎么可能对你哥？是，我承认昨天我有点喝多了，有一些举动是过于亲密，但是我哥并不讨厌你，我觉得你能抚慰到他的。程逸晨，我不需要。哥，你来的正好，你帮我跟他解释解释。秦朗，要不然你先离开一下吧。他是你朋友？是。男朋友？哥，逸晨，自己喜欢的人自己要珍惜，别总让东让西的。哥，我只是担心你。我是个大人，我会照顾好自己。晚上早点回家，别让妈担心。这位是我们新来的陆总。陆总好。陆总，这三位是设计部新来的同事，朱砂、蒋毅、程逸晨。小陈，没想到我们还能再见面。啊，陆总，你们俩认识啊？老同学，好久不见。是啊。老同学。
不好意思啊，那个客户今天临时增加修改意见，我来迟了。没事儿，来什么事儿？没事儿。你来迟了，是不是该罚？对呀、啊，该罚什么？要不叫真心话大冒险怎么样？是啊是啊。要大冒险的话，就把这瓶红酒给都喝了。哇，那我选真心话。小陈这个人这么无聊，我们该问他些什么好呢？就是什么好呢？我来问吧。啊，老板怎么了？老板呢？你有女朋友吗？陆总，你怎么来了？本次聚会啊，就是我们 boss 请客。哎，游戏继续啊！啊，继续。我选大冒险。哎，同学一场，我替他喝。不用。哎，小陈啊，你刚才既然已经选了真心话，那就不能改了，是不是啊？对呀 ，boss 啊。我觉得我们小陈肯定是单身。我猜啊，肯定有女朋友。这样吧，我跟你们打赌，如果我输了，我就买全席的单，外加你们的宵夜。这么好。如果我赢了，这顿饭你们自己掏钱。自己掏钱？这桌很贵的。对呀，不少钱呢。开玩笑的。讨厌。不过，程以晨同学，你知不知道，你向来不擅长说谎的。哎，咱们一起啊！来，干杯！陆总，那我们就先走了。我们走了，拜拜！小陈，拜拜！拜。哎，你别推我，快点走啊！回家。我送你吧。不用了。小陈，卓兰，那我卓兰是你女朋友？怎么？开玩笑也有个限度。我走了。你总是这么认真，我开玩笑的。谁呀？陆总，你来干什么？修电脑。卓兰呢？不在家吗？你不会把女朋友藏起来了吧？啊，她晚点回来。哦，修电脑吧。陆总，你这个电脑哪里有问题？哪里都有问题。哦。小陈。我饿了。
你为什么要骗我？你明明没有女朋友，家里只有一副餐具。那你呢？你有吗？我当然没有，我心里只有你。小琛，你拿着钥匙来找我，我们重新开始。陆峰啊，最近在公司怎么样？哦，挺好的。你是个新人，这空降到了公司啊，我也是顶着董事会的压力，你啊要好好学习，多磨练磨练。您吃饭的时候还说公事，累不累啊？最近弟弟专心业务，公司上下对他都很满意，您就放10000个心吧。好啊，那我也算是后继有人了。爸，嗯，我想和文家退婚。退婚？为什么？啊，爸，您听错了，弟弟说推迟婚期。这婚期好好的，推迟婚期做什么呀？你小子把这事给我解释清楚。爸，其实我……其实弟弟这事儿跟我说过，我觉得挺有道理的。弟弟刚回来，刚接手公司，有很多东西要学，董事们又对他虎视眈眈的，他自然压力大。现在婚期又那么赶，他一个人精力肯定不够。你也不想陆峰累垮吧？嗯，这么看，这婚期是急了点哈。那好吧，回头我再跟文家商量一下。吃饭吧。爸呢？去睡了。你见到小陈了？你怎么知道？我是你姐姐，你在想什么，我能不知道？你也知道爸的脾气，硬碰硬绝对不行。你别忘了你当年是怎么去的香港，现在又是因为什么回来的。没有这场订婚，你根本别想回来。凡事慢慢来，爸这儿绝对急不来，听姐姐的。哎，你知道吗？我最近买了陆氏集团的股票，然后一路涨停。陆氏集团的联姻在全市引起了轰动，你呀真幸运。照一张，照一张。好，你别喝了，你酒量又不好。你是不是遇到他了？没有。不可能啊，你平常不是这样的。你别喝了。我让你拿着钥匙来找我，你却拿着辞职书。
止你辞职。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要辞职。你这种反应，明明对我还有感觉。你骗我，你明明叫我未婚妻。怎么，吃醋了吗？吃醋了啊？陆总，您叫我结婚了。那又怎么样啊？我即便是结婚了，我心里也只有你。接着呢？删了。我给你写那么多信，你不回也就算了，连戒指你敢扔掉？好啊，这些都无所谓。小陈，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我们重新开始。陆枫，从你骗我那刻开始，我们就已经回不去了。回不去也得回。我不爱你了。已经回不去了，陆枫，你就没有想过人是会变的吗？小陈啊，幸好你这个时候辞职了，你不知道 boss 把婚期都延后了，公司股票大跌，说不定这个季度奖金都可能没有了。婚期延后？嗯，对啊，整个公司都知道了，还发了简报呢。前段时间股票大涨的时候，我刚入了不少公司的股票，可现在呢都跌惨了。奕晨，哥，你怎么来了？这个点你不是在排练吗？哥，我有东西要给你。这是陆枫从香港写给你的信，妈说让我烧了，但是我偷偷藏起来了。小陈，我都写了那么多信给你了，为什么你都不回信给我？这是我写给你的第190封信，有件事我要告诉你。算了，我还是亲自跟你说吧。不管怎样，我要回来了。陆总呢 ？Boss 去工地了。喂，爸。公司的股票持续下跌，董事的电话就没断过。陆总，我告诉你啊，婚期不可能无限期拖延下去，你必须跟我尽快结婚。你怎么来了，陆枫？我进工地不戴安全帽，你有没有脑子？你今天不是要去公司办离职吗？我是去了公司，我也看到这些信。小心！
怎么了？不好吃吗？有点腥。要不是你点的，我才不吃呢。哦，对了，今年过年我不回香港了，你陪我吧，我们去哪儿度假去？不行，过年我得回家，我妈身体不好。那你的意思是让我一个人孤零零的过年啊？你别生气嘛。这家餐厅是网上推荐的，听说特别好吃。是吗？哥。哎，哥你也在这吃饭？跟谁啊？杜夫。来坐。你好，我叫秦朗，逸晨的朋友。他是陆峰，也是我朋友。陆总裁嘛，久仰大名。谢谢。哎，逸晨，怎么你们也到这儿来吃饭？秦朗今年不是要去我们家过年吗？正好出来买点年货，路过你们这儿。太匆忙了，我都不知道买什么好。你不用想买什么，我妈那么喜欢你，你买什么？小姐，我们走了。哎，哥，走啊，哥，哥，哥，陆峰，咱们吃呗。我就没见过这么没有礼貌的人。服务员，点单。啊，还没贴好啊？马上点，马上了。哎，阿姨，嗯，我来帮你忙吧。哎呀，不用不用，你坐。你是客人，你就负责吃。淡了点。阿姨，嗯，厉害啊，都不带尝的，闻一下就知道咸淡，绝。都包了那么多年了。哎呀，你这小嘴可真是够甜的啊。哎，秦朗啊，你是我们逸晨的老板，以后替我多照顾他点啊。嗨，阿姨放心，我呢一定会全方位立体化的照顾逸晨，我家人都在国外，我能留在你们家过年啊，那我得谢谢您啊。越说嘴越甜。哎，逸晨啊，你哥这出去买个饺子皮儿，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啊？哎，阿姨，您没感觉您让小陈出去买个饺子皮儿，他可开心了。是吗？还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呢。闭嘴。你们俩干嘛呢？啊，不许你们两个欺负人秦朗，人秦朗多好啊，年轻有为，事业有成，关键是人那女朋友那叫一个漂亮啊，就是你手机里那个。这个女朋友秦朗，你人脉广，要遇到什么合适的女孩子替我这俩儿子介绍介绍。哦哦，好。还睡着了，你走到窗边看看。你没回香港过年，什么蓝天？你傻不傻？你把窗户打开。我有礼物要送给你。
再也不知解，放了他，放了他到边缘，切断他，切断他的世界。走开！